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2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又喊一曰：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即大明。顶中光明，即大明。其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亦不复回转运行，亦无金光，其名皆必不现。汉译：无量寿经。这段经文呢，很重要啊，跟莲池大师所说的相同啊。也许莲池大师看过汉译本。啊，如果没有看，没有见到汉译本，那就他的想法，汉译本给他印证，啊，证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啊，就是极乐世界这一些日月星宿，啊，在极乐世界看不到它的光明。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本身光明太大了，啊，所以虽有啊，也不起作用。啊，汉译有这么个说法：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极大明。不要说别的了，但是佛顶。佛顶上这个光，就是极大的光明。而日月星辰呢，皆在虚空中住持。天空中有没有日月星宿？有，有，但是它的光很弱，光不强。啊，在极大光明当中，它显不出来，甚至于让人呢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空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就像我们白天看到天空，啊，太阳的光太亮了，
其他这些星星光都不现了，啊，到晚上阳光没有了，看到满天都是星宿，这状况是相同的，啊，所以你看不到星星。星星星光也看不到这些星球在运转啊，那么他们的金光都被大光佛顶佛顶极大明所隐蔽了，看不见了，这是汉译经文，念老在此地引用，证明莲池大师所说的有道理，说此证符合莲池大师所合会之说，啊，是同样的意思，彼土日月之光在圣众光中隐蔽不显了，就如同这个经里所说的日月火柱见逆耀，啊，要是照耀不见了，啊，光不见了。又如本经礼佛相光品说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菩萨的光明在极乐世界都看不到了，啊，为什么？佛的光太大了，太亮了，啊，菩萨虽有光不现，何况日月星辰等也，是故彼土无有昏暗，啊，这是极乐世界的现象，极乐世界的光明是永恒的，啊，永远极乐世界永远看不到昏暗，啊，所以说彼土无有昏暗，无有火光，无有日月，无有星耀，无有昼夜之象，啊，他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一片光明，啊，唯是长明不昏，无有昼夜，啊，昼夜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也没有岁月结束之别，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人没有时间的观念，那么一切就像佛经上所说的就在当下，啊，阿弥陀佛仅现在说法，他就是在现在，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过去未来是时间造成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十方世界也有，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今年是几年几月，没有，没这概念，啊，在那个境界里头这个概念生不起来，啊，必须有白天有晚上才有个这一昼夜的概念，
再往前推，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有这些概念，啊，极乐世界全没有，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啊，它通通是现在，啊，数没有时间概念，恒没有空间概念。我们这个时间有空间，有大小，有时间，有长短。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也没有这些名词术语。啊，没有人会说过去未来，啊，通通是现在。所以经上说得好，经现在说法，啊，我们这个世界，经现在说法，也可以做个相似的，啊，现在卫星电视、网际网络，24小时不中断，可以说。经现在说法啊，但是我们这是用机器，极乐世界没有任何机器，确确实实看到阿弥陀佛在说法啊，在大讲堂，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在哪里见佛？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见佛，啊，看到佛坐在上面，一定会看到你自己一个座位，那里有个空位，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就是你在大讲堂的席位，你入席坐在那里，哎，听见你想听什么经，听的就是你想要听的经。啊，这个好像经上也没有这个文字，哎，我也是心里有这个想头。啊，极乐世界什么样子？花开，进入讲堂，见佛了，坐上座位，听经。哦，这一天不知道听多少时候，因为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昼夜，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饮食，也没有大小便利，没有睡眠，不需要睡眠，所以他们进入讲堂听经，一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他才离开讲堂。没有成佛，他不离开讲堂。啊，成佛了，几时成佛的？现在成佛，今现在成佛，今现在开悟，今现在明心见性，不可思议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只有世尊把极乐世界状况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世尊说经的目的何在？劝我们到极乐世界，今现在作佛。不可思议啊。啊，无论是哪一个阶位的，啊，四徒三辈九品，全都是经现在，这个妙啊！啊，真的妙得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的言语说不出，我们永远想象不到，怎么办？通通放下，境界就现前。下面这一段啊，说得很清楚了，业无岁月结束之名，我们只讲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劫都是讲时间啊，时间里面最大的单位称劫数，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时候开悟的？现在。什么时候你做佛了？今现在。今现在是极乐世界人的概念，他们常常说的。啊，那么就此土言之，这下面是念老的话，其所以有昼夜年月日与劫数者，都是因为地球、月球、太阳啊、星云啊、像银河系等等，皆在运动，运动有自转，有公转，于是出现昼夜，一个月，一年，啊，一个月是月球绕地球一周，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岁月千流啊，那么极乐世界不一样了，金句汉译啊，底下这个话是汉译的经文，彼土日月星辰，皆在虚空中住持，亦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奇怪啊！极乐世界，你看到空中确实有这些星球，好像它在星球上，在空中不动，也看不到它自转呢、公转呢，这种运行看不出。空中止住，行吗？好像行哎。啊，为什么？你看经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人他居住的宫殿、房舍，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在空中，他就住在空中；想在地面，他就住在地面。既然这些宫殿楼阁可以只在空中不动，星球又何尝不能呢？啊，我们这边为什么在动？是因为我们心在动，极乐世界何以能够不动？他心不动。境随心转了，他心不动了，他们的心在大定当中住镇定居啊。啊，这也用这个
境随心转能解释，啊，他们心是定的，我们心是动的，这一动，所有一切万物统统坐在动，啊，不动的也在动，啊，像我们什么头昏了一样，看到天地一切万物都在旋转，不正常啊，正常正常不动。啊，不动不好动啊，很难动啊。不动是真相，动是幻想。啊，你看看这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心目当中的宇宙是动。啊，只感觉在动，动的频率觉察不到。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振动的频率有多高？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就是一秒钟波动的次数2240兆，啊，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我们丝毫都没有感受到，啊，不要说这么高了，再说我们现在看的电视，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的波动，这个大家都知道，100次，一秒钟100次的波动，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好像还是真的。啊，不以为它是假的。啊，那么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实的生活环境，是在一秒钟2240兆。佛在经上说的，科学家给我们证明。啊，科学家没有说多少次，只说极高的频率，啊，他也说不出来，啊，这个波动频率太高了，啊，佛经上讲得清楚，把数字说出来，因此有一年啊，一月、一年、一节等等，啊，这岁月潜流。啊，那么汉译里面所说的日月星辰在虚空中住持，啊，不复回转运行，这个现象应该是。地上菩萨化身菩萨啊，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看出来了啊，他看出来说这些星宿在空中止住不动，好像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一秒钟
2240兆，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就不动了。啊，这是用我们老式的电影，这个拍摄的画面是相似相许像啊！啊，摄影机拍摄这个影片，一秒钟拍24张，啊，张张都不一样啊！啊，这是从前电影视频，现在电视高了，一秒钟100张，100张我们就概念没有了，24张还有这个概念，啊，但是看不出来，啊，就是一张一张的看不出来。啊，我们做实验，把24张照片，这个幻灯片，留一张，留下一张，其他23张把它抹黑，在放映机里面就放，看到什么？看到1/24秒，是什么样子？会感觉到荧幕上光一闪，闪得很快，一闪就没有了。看到什么呢？没看到，什么也没看到。其实画面原原本本都隐在荧幕上，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这个眼睛跟不上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呢？大概1/2秒。啊，也就是12张。12张呢，合在一起，这是半秒钟，一秒钟而已。12张叠在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哎，看到人，看到树木，看到房子，啊，不清楚，一下就完了。知道有个人是男人是女人，不知道，有个人影子过去了，是这种现象。要真正能辨别，啊，还得要增加，差不多增加到18张、20张，啊，这一刹那之间，可以看清楚、看明白那是个人。所以眼睛不可靠啊！啊，我们看这个现象，就是许许多多像底片重叠在一起啊。是这么一种情形，不是一张啊，一张你看不见的。啊，幻灯片一张，在1/1秒之下你都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啊，连个一道闪光都看不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科学，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啊，极乐世界这一些景观，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都能看得见，这不是自己功夫，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有一切享受啊，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啊，他给我们，我们真正受用得到。啊，不是假的，我们真受用到了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无量才艺，啊，无量相好，统统感受到了，啊，真叫极乐。啊，我们继续看下面念老的话。啊，经上所说的，是表彼土纵有日月星辰等，没有运转相。啊，它不动。啊，故无昼夜之别。时间无前世，故无岁月结束之名。换一句话，西方世界的人没有时间概念，因为他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没有分别。是个什么相呢？如果真有，它是真正的相续相，不是相似相续相。相似相续相是假的。啊，那极乐世界纵然有啊，它没有相续，它每一张画面都是一样的，是真的相续。我们只能从这上去体会，啊，全是自信的，自信没有变化。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变化？自信加上阿赖耶，自信是真心，阿赖耶是妄心，极乐世界是全真，没有妄。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心上再加一个妄心。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妄心能变，把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它产生变化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一切万事万物没有变化，人永远不会衰老，啊，所以无量寿看起来体力很年轻，啊，没有产生变化，没有变化。那个世界啊，即使是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也没有变化，名是有，事实上没有啊，事实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平等待遇。什么待遇？最高级菩萨的待遇。啊，最高级的菩萨是等觉菩萨。到极乐世界的人所享受的是等觉菩萨的待遇。啊，换一句话说，这是阿弥陀佛的恩德加持你，啊，让你到极乐世界就享受等觉菩萨的智慧，等觉菩萨的相好，这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
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叫难行之法。难行能行，这个人呢，福报大了。他哪来的这么大的福报？大乘经上有说明白了，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也是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的诸佛菩萨的加持，诸佛如来加持，能行啊，能发愿，能往生。如果没有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个功德，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信了。信了怎么样呢？是不是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不可能，都会有点怀疑。怎么办？在这一生当中，想方法把它补足就好了，补足就圆满了。怎么补足？信愿持名。这我做不到啊！有人问过，这做不到。有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从今天起，你回家去，每一天把《无量寿经》念个10遍、20遍，念上一年，你就相信了。不要求解，就是念经，补功德了。1000遍还有疑惑，再念1000遍。2000遍、3000遍之后，大概不可能有疑惑了。你的信念持名功夫才得力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下面说，但以顺于方故，时也岁月。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讲经，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有时间的概念，就随顺我们讲，讲有岁月。故知时间生于动，这个卦符里头是念老的话，念老补充的用科学来解释，时间生于动，动之本呢生于念，就念头妄念想起，故有时间呢。妄念要断掉了，时间就没有了。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时间只是由于人的幻觉，与此相同，跟这个地方讲的是一样的。这一段是讲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概念。下面一段，佛无著作加持，亦非定也，无有设者。如前受用具足品里头所说的所具设者，尽其庄严美丽
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足证不是一定没有。那么为什么说有呢？你心想有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总而言之，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一句谚语，说心想事成。啊，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啊，有了你可以享受。啊，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没有一样啊，不如人意也。我们这个世间事，人跟事，没有一样能如人意。极乐世界样样都如人意。好啊。能不去吗？啊，经上讲的，经极严厉，或在虚空，或在平地。啊，足证不是一定没有，经言无者，指不着假实之相，真的不着。这个不是假的。啊，心想事成。经言啊，无是指不着假实之相，极乐会中，所闻皆是无我之身。啊，听到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金刚经》上说的。啊，闻就相应，其心清净，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是真的。啊，那么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有了。在这里看到了，既无有我，何有我之假实？故于所居舍者无有之主。啊，所以经上说。佛无著作假实，他没有这个概念。啊，这是不可思议。啊，真正不可思议。佛因人皆无我，故一切皆无需表示名号。那这么多人在一起，谁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样子跟人一样，哪个是佛？哪个是菩萨？啊，确确实实，这些概念都没有了。可是有神通，有智慧。啊，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决定不会模糊，决定不会认错人。啊，菩萨的名号都不是他自己姓名如何，姓名没有了，菩萨有，
啊，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有。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统统清楚。啊，小乘、四国、四相，也都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看得清楚啊，不是外面的相，连里面都看透了。你是修行在哪个等级，都看得清清楚楚，没看错。啊，你在没有修行之前，在哪个世界？啊，在哪个地方轮回？在哪个地方住十法界？也通通清楚。啊，没有一样不知道。这叫什么？虚名通，他心通。啊，你心里起心动念，全知道。极乐世界，这世界当中求往生的人无量无边的，无法计算的。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往生在极乐世界所有的这些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土，哪一个品位，通通知道，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我们学佛很能骗人吗？骗人容易，极乐世界那些大众一个都骗不了啊，所以你往生，阿弥陀佛来接你。过去生中、现在生中，已经往生的人，你跟他有缘呐、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们全来了，都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陌生。到极乐世界好像回家一样，真的什么都熟悉啊，在这个世界真是是在外面很陌生啊，就到现在到老，无论到哪个地方去还是很陌生，跟极乐世界感官不一样。极乐世界回老家不能不去，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标识名号，没有啊。大概标识名号的就是初往生的，刚刚到的啊，标他自己的名号，让他自己不至于找错了位置啊。在极乐世界有这一段时间习惯了，标识名号自然就没有了啊，甚至连自己也忘掉了啊。前面这一段是居住环境的平等，下面这段呢，心平等，业无取舍分别。极乐世界有没有取舍？
没有。啊，我们看念老的说起，次名无分别之心念，上贤尽无分别，二次妙尽，正由于立取舍分别之智心，心尽则佛土尽，心立分别则尽也无分别。前面是所分别，这个地方讲能分别啊，能分别的是心的啊。到极乐世界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间不长啊，自自然然的取舍分别念头没有了。不但念头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心生智慧也，不生烦恼。最极微细的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这个非常微细啊，起心动念，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1秒，那个起心动念非常微细，这个没有了。啊，所以起舍分别的心啊，这个念老告诉我，取舍分别之智心也，是讲极乐世界离开了，没有了啊。心净土就净，为什么？静随心转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清净？人心清净。怎么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清净了啊。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的学了之后要落实啊，学什么？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但是这个是娑婆世界，这不是极乐世界。怎么说呢？方便执着的时候执着，不方便的时候就不执着。完全看似啊，这什么原因？这是给众生做榜样，给念佛众生做榜样，给不念佛的众生也做榜样。啊，那么利益这个执着不执着，分别不分别，不从自身，自身没有，从别人对方啊，我们要叫对方该执着的时候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不执着，
通权大变的啊，权巧方便，一定要知道，运用的非常巧妙，这就对了。啊，只要心力分别，境界就转了，境就没有分别了。境没有分别，这个世界上动乱就没有了。佛陀教育重要啊！啊，利益且影响。利一切染污，心清净；利一切分别，心得定，平等。啊，这些平等，外头境界平等的，心清净，境界清净。啊，清净平等是用心去证。啊，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修清净平等，能不能得到？难。谁得到了？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有分别，他们有分别；我们有执着，他们有执着。他没有执着，什么自他言行、心不等，都是清净的。啊，他没有分别，那什么都是平等的。啊，这两种证得了，后头一种肯定连带也证得了，那就什么觉不迷了。就是智慧显现啊，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心是平等，心所现的万物也是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的。不平等是你的染污的意，分别的识所造成。啊，修行在生活当中修。啊，在工作里头修，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修，那叫真修啊！那是菩萨了，把佛教我们的在生活上全做到了，快乐无比啊！底下这一段呢？要平等啊，或者落平等，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清净最上快乐，此心此境，本无分别，这跟你讲真话。静至静啊，静至一如，觉诸成垢。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谁见过了？我想每个人都见过，只是没在意。
啊，不是忘记，是不没在意，没有感而教导。啊，什么人亲近？出生的婴儿亲近。啊，你看他一两个月的时候，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他对什么干净染污他一律平等，啊，糖果他也吃，他拉的大便他也吃，为什么？没分别吗？没执着吗？我们都看到了啊，极乐世界为受清净最上快乐啊，没有分别，就像出生小孩一样。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提起，人生百日，我们出生一百天之内，没有超过一百天。真常完全显露出来，真心常是永恒不变，完全显露，体露真常。啊，到他慢慢长大了，他被染污了，他有分别，有执着，被染污了。啊，修行修什么？就把这些染污啊。把它放下，啊，放下要把它看透，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认真，它障碍我；你不认真，它不障碍我。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生无生论讲得好啊，生者决定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去者实不去，就在此地。为什么？我们世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奇大无比，啊，包整个虚空法界，啊，你看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你没见到，是因为你也被染污了，你要不染污，你就见到。这都是真实，不是虚妄的。啊，故云，唯受清净最上快乐，如称赞净土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弥陀经》，啊，经文有的这么一句话。唯有无量清净泄露，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看底下这一段：生真记录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若已生，若当生，戒息助语，镇定止句，决定镇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啊，有文，乃阿弥陀佛第二十九愿。主
真定聚缘。即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之成就。这一段经文，四十八愿，两愿的成就。啊，二十九愿，主正定聚。十二愿，定成正觉。这两样兑现了，这句经文你说的兑现了。啊，助于正定之居，这是第二十九愿，决定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我们看注解，此实为弥陀全部本怀之无底，无量妙贤之圣果。备之方便之机策，度生大愿之究竟也。这几句话说到几处啊？啊，实实在在啊，是阿弥陀佛全部崩坏的中心啊，像射箭箭靶打到中心了，菩萨无量妙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可以翻成中国话，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凡。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正等。那个三又是正，菩提范围处，完全翻译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如来果地上正等。没有比这更高了，所以加上无上。啊，如果是三菩提，就是正觉，正觉阿罗汉正的。三藐三菩提，三藐是正等，正等正觉是菩萨正等的。加上无上呢，那就是佛所正等的。最后的目标啊。终极的目标啊！啊，所以是阿弥陀佛全部的本怀，全部的本怀分开来讲，那就是底下是无量妙心，智悲方便。度生大愿，通通都达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
上正等正觉。文中有正定、邪定与不定三句，句是类别啊，就是有这三类或者是三种。那么此三句之说通见于小乘啊，小乘有讲三句，大乘也讲三句，但是大小乘名称一样，意思不一样啊，所以内容差异甚大。小乘如居士论所讲的，初果及其以上者，这圣者为正定句啊，这小乘人说的啊，初果须陀洹断烦恼，直断见惑啊，思惑还没断，就见思烦恼啊，见惑断掉了，思惑没断啊，见惑八十八品，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浓缩，也就是说归纳为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见，我们执着这身生活，错了，身不是我，谁是我？那么先要说明我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字怎么解释啊，在佛经的定义是，我有主宰的意思，我能做，自己能做主。我要自己能做主，我年年十八都好呢，这办不到啊，这做不了主啊。啊，第二个意思，自在的意思，不自在啊。想这一桩事情有许多障碍困难了，不能突破啊。啊，做不了主又不自在，所以我这个字有名无实。啊，那这个身体是什么呢？佛说的很妙，我下头加一个字，我所啊，说什么？这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像衣服、帽子，我所有的，不是我啊，那就对了，你也没有看错了。啊，我们看错了，以为他是我，为这个我造多少罪业啊，受多少冤枉痛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随着你讲的时候，要初果以上甚至
那就是我见破了。第二个呢，边见，边是两边。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对立。这个见念头没有了。我跟人，我一边，人是一边。边界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好啊，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是什么境？境界呢？一体。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它不对立，它不跟天地对立，不跟万物对立，它边界没有了，一体呀。从一体里面流出来的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心，没有对立的爱心，一体的爱心，这真慈悲呀！这才算是佛门弟子入门了。五种见惑没有断掉，是在门外，没有进门。像小学附设幼稚园，幼稚园小朋友还不够参加一年级，一年级才是正式学生，还非正式的。佛法要求的条件我们就明白了。第三种、第四种，见取见，戒取戒，这两种呢，我们中国人就要说一个字，成见。某人成见很深，佛把它分两类，见是因上的成见，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把这个境界分成因跟果，合起来就叫成见。佛法分作两个。成见很深。戒是在修行这个阶段里头，成见，自以为是。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见取见。属于果上的，戒取戒属于因上的，这成见。最后一种叫邪见，邪见是不属于前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统统叫邪见。这五种邪见断掉了，才是出国学的话。佛的小学一年级，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实信里面初信，佛的门槛确实很高啊！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得到佛法受用，原因在哪里？没有真感，没有真落实。如果真落实，就得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种喜悦真得到，
你把这五种见惑断掉，你多快乐！你看人生当中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只有别人。起心动念为众生着想，我这个念头，我这种言行，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有利要做，有害不能做。有利牺牲生命也敢，快乐。没有利益的，让我自己得大富大贵也不能干。起心动念不为自己了，为什么？一切万物是我，跟我是一体的。你看，不但要叫一切人安乐，要叫植物、树木花草也能生活的快乐山河大地怎么可以破坏它？今天物质文明不错，带给你很多方便，你付出多少代价？今天社会摆在面前，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你把大自然破坏了，把地底下的矿统统挖光了。你要晓得，这个享受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便宜占的。古人有智慧，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古人要干这个事情，地球早就没有了。古人对于人，凡是人皆是爱。爱人再扩大，就是爱大自然。爱地球，爱一切万物，这个概念都是从小孩培养的。现在人真的是迷信了，迷信科学。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放弃了，也是迷信。迷信那些东西是过时了，实际这些东西永远不过时，如果过时就不要了，就丢掉了。中国老祖宗不会发明汉字，不会发明文言文老祖宗发明这两样东西就是永远没有过时就像前面所说的，今现在没有过时3000年前老祖宗的教诲，现在管用孝顺父母，这有时间限定吗？过去的父母，老祖宗几千年，我们每一年还要祭祀。还要举行祭祖，祭祖从哪里走？拜祭三皇五帝、老祖宗。距离我们4000-5000年了，不忘本呐！老祖宗都还纪念，父母在面前能不孝顺吗？中国文化孝是根，是从这个根上发扬光大的。我们的生命得罪于老师，得罪于父母，父母养育之恩。
智慧得自于老师。所以古人把老师的恩德看着跟父母的恩德是平等的，是相同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孝亲尊师，佛教有啊，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第二句尊敬师长啊，是相同的，不是两样啊！啊，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都从这儿扎根。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马上接受。为什么？中国人孝亲尊师。佛传来完全相同，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一无所成。啊，纵然他有成就，还是一无所成。为什么？他没有孝养父母，他没有孝养老师。中国古礼，师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完全一样。啊，他有困难要照顾，啊，照顾一辈子。跟亲兄弟完全一样，啊，现在没有了，师道没了，不能怪老师啊。现在老师都变成商人了，开学店了，你不交学费，我就不教你啊。啊，为什么呢？师道没有了。啊，通现在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实际上就是一行商业。啊，个个都是商业，无论干哪一行，通通是要钱就是商业。啊，各行各业没有了，全是商业。怎么办？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真严重啊！不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恢复起来，这世界没救啊！啊，谁来救呢？这个话我说的可早了，几十年前我就意识到啊，两种人，一种是国家领导人，一种是媒体主持人，那电视啊，你看影响多大啊！你要是播出正面的，社会就救了。你播出是负面的，社会就毁掉了。你把人都教坏了，你讲的什么国报？阿鼻地狱啊，不是假的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啊，在台湾，年岁大一点的人，啊，都还应该记得
政府提倡复兴中华文化啊，叫了几年口号没落实，在那个时代，我二十几岁，我二十六岁，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有一天，在方老师家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一个是教育部的秘书，两个是处长，他们三个人访问方老师，向他请教复兴文化啊，复兴中华文化从哪里做起，怎么做法。方老师听了之后面孔很严肃啊，真的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啊，态度非常严肃，停了有十几分钟，他开口了啊，第一个，那个时候台湾三家电视台啊，台视，有个华视，还有个中视啊，三家电视台，这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很多广播公司的统统关闭啊，报纸停刊，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见到这老师，这个做不到啊，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你要不把它收拾掉的时候，你还谈复兴吗？这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啊。那想想真的，你看看这些东西教化社会教了多少年，我跟方老师到现在是64年啊，以前不算，这64年怎么教的，把社会教成这个样子实在太难太难。真难，真不容易啊！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他们国家领导人啊，我们见面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啊，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于世界和平的信心丧失了，这多可怕啊！我当时告诉他，你能把三桩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就出现了。他问哪四桩啊，很认真地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与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全世界政党跟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个，族群跟族群。第四个，宗教跟宗教。这四样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世界就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啊。
我们停了十几分钟，都想入定了。啊，他那么严肃，啊，我再告诉他，难，真难，啊，非常棘手，但是不是绝望。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宗教做起。毕竟，啊，这个话都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地球上实行民主制度，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多。换句话说，信教的人选票比不信教的人选票多。宗教如果能够团结，宗教能够回归教育，宗教能够互相学习，会影响政治，会影响政党，影响族群。他听懂了啊，这个是脸上才有笑容，我们才恢复聊天啊。我说宗教，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宗教要能大团结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能化解一切冲突，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啊，在国际上很有声望啊。啊，可惜这十年没落实。啊，落实的方法就是培养一批对于经典真正有研究、有修行、通达的人。啊，培养20-30个就够了。啊，干什么？每一天在电视台讲。啊，把世界上所有的经典都讲清楚，都讲明白。每一个宗教都是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的仁慈，佛陀的慈悲，都讲这个，没有叫人害人啊。无戒十善，每一个教里都有啊。中国的五伦五常八德在经典上都能找到啊，特别是宗教这两个字，我们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老祖宗的修养，老祖宗的愿望啊，这用这两个字，这外国没有的啊。宗有三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啊。宗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尚。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合起来很清楚啊。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上面再加两个字更清楚，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在中国古代，在中国宗教就三家，儒释道啊，成为宗教。什么人抓这个教育？皇上亲自抓了啊，儒
分出来交给宰相，用如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3000多年了，从尧舜禹汤有历史记载的啊，从皇帝那到我们这5000年了。啊，所以宰相下面有教育部，古时候叫礼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宰相下面6个部，教育部最大，排名在第一。宰相有4，不能上班，教育部长代理。啊，换一句话说，政治搞什么？政治是为教育，教育是为人民。真的把国家治好啊，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现在用什么治国？啊，如果你要说为孝顺父母，用尊重师长，现在说什么孝顺父母，那是封建时代的思想，不要了，不要社会乱了，怎么办？啊，多少人在想方法，想了实验，不行，再修改，啊，天天修改，修改10000年也改不好。没法子啊！中国古人这种教育，这个儒释道三家教育，在中国行了几千年，没出事情吧？啊，我们只要把老祖宗东西教材找回来，教学的理念方法找回来，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那现在问题不承认呢，认为老祖宗都是笨蛋呢，啊，现在人聪明，科学技术，老祖宗没有啊，啊，认为老祖宗没有智慧，没有知识，没有这个科学的这个训练，啊，这个东西一定要统统把它毁掉。啊，走向现代先进的科学，科学再往前进，科学家提出来，我们听说过，科学再过50年，地球就会不适合人类居住，这就是科学。中国老祖宗那一套，人民活在这个地球上1000年万世不出毛病。啊，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再让科学发展50年之后，地球不适合人类生存，怎么办呢？移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只有这条路啊！啊，看看50年有没有办法太空船造出来，到星球上去旅行，啊，移民到其他星球上。这星球不能用了，所以宗教2个字好啊，主要的教育，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育，人类尊崇的教化。啊，外国人把宗教丢掉，中国人把传统圣贤传统，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教育，一丢掉，问题出来了。啊，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难，大大小小，天天有。怎么来的？怎么发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要去找，把根找出来。
对症下药就还有救。啊，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啊，现在看起来有一点信息，就是有一点好的消息，外国人学中国文化了。好啊，外国人如果认真的学，他们那边半边地球太平了，中国就跟进了，再把老祖宗捡起来。啊，外国人不尊敬，中国人不要了。啊，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好事情。啊，非常值得我们反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佛经上的这种文字，居舍论上解释，粗果以上真定居，造无间业者为邪定居。那现在人都是邪定啊，他也定，定在哪里？定在科学上啊，定在竞争上，定在斗争上，不断向上提升，斗争在提升就战争，核武战争那就是人类集体的毁灭。现在这个世界国家族群、宗教的领导人都要觉悟啊！谁能救世界？这些人能救啊！要镇定才能救啊！邪定就加速毁灭。啊，愚者。这里头加了这个小注，介于上二句之间，是为不定居。啊，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两种：正定居的人没了，邪定居的人很多，不定居的人也不少。啊，不定是摇摆不定啊。大乘中三句之一，佛有多类。第一个，知多论。第四十五，知多论第四十五卷。啊，这部书是一百卷，第四十五卷。说的一者正定居，比如涅槃啊，就是必定能证得大般涅槃。大乘成佛，必定成佛；小乘必定证得阿罗汉，正定居啊。啊，二者呢，邪定居。邪定居是比如我道啊，这个人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将来死了之后一定堕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无法避免的。这是大智度论上说的
二者呢是摩诃言论，也说了三种。一者，实现前明邪定举，这是讲大乘教的。实现以前都叫邪定举，不能信业果报等故啊。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一般讲因果报应，他不相信，这叫邪定。三邪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即实圣、实地，这叫正。这菩萨了，换一句话说，大乘连小乘都说他做邪定，对阿罗汉、辟支佛都不承认。为什么？决定安立，不退为苦。十种信心。名不定举，何进何退，未决定故。大乘起心论同此。佛法，我们再展开看，所有一切圣贤教诲。定多重视怎样才叫定？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真心。真心本来是定的。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自信本定。所以佛教讲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能成无上道。为什么？这么多的法门，修一样东西，通通是修定。这个定功夫深了，回归到自性本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佛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只要能帮助你回归自性本定，就是佛法。说得好不能帮助你回归自信的都不是佛法，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念佛也不是佛法。为什么？念佛还胡思乱想，念佛还有杂念，把你念佛功夫全破坏了，你不能往生这一些根本的原理，根本的方法一定要知道，我们才有下手之处要不然真的是不得其门而入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换成阿弥陀佛不让这个念头继续
啊，这就是真修行啊！啊，如果念佛跟妄念同时起来，妄念把念佛全破坏了，啊，那个没有功夫啊。海贤老和尚最好的朋友，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